他的对手是加尔队的 Alex。 怎么我们两组都对你们了？好，来我们。 首先请四位队长去往观战旗 ，DJ 张萌，你准备好了吗 ？Drop the beat。 谢谢吴伟姐姐，同时感谢二十七强带来的精彩开场舞，谢谢。好，四位队长，你们的感受如何呢？很炸！耶！那一博队长，你怎么你的感受是？今天就是大家好像都挺开心的，尤其是这个加尔哥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他就上来就绕场子。啊，对。 一星队长，哇！我觉得一开始就带领大家进入那个气氛太好了，感觉好像到跨年晚会了吧？哦，有点，但是我的视线不知觉的就被各位，就是那个。
怎么说，就是被他们的那个腰部吸。哇哦！棒了，姐姐们，太棒了，我们的选手们。今天开场一点都不像会要走人的感觉，但是一会儿要走人，加油！接下来为大家宣读本场的赛制安排，本场为积分抢位战。哦，上半场采用多人舞和双人舞比拼，下半场的对决我们采用的是 battle 赛制。接下来我为大家宣读上半场的赛制，每位队长把自己的队员已经分成了两组进行出战，一组准备双人舞作品，战队剩余成员准备多人舞作品，双人舞作品和多人舞作品依次进行两两的对抗，每轮对战结束将由106位现场评审投票决定胜负。现场的106位评审由51位媒体评审和21位来自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的评审，和我们的姐姐观察团的5位姐姐，还有9位优酷票选的评审和20位大众评审组成。上半场获胜战队每积一分可以获得两个晋级的名额，哦，积零分的战队没有晋级名额。我们上半场的晋级名额是8个。啊，只有8个？它就像一个生存游戏一样，不是说这一轮谁要离开，而是这一轮可能都要离开，只剩下一两个人。那对于一个团队来说，在后面的比赛的话是特别危险的一个事儿。如果输掉一分，那么我们的人就证明要走掉，分数越少走的人越多。我当时想的就是要赢啊，就一定要赢啊，那一分两个人啊，就是我只想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我要为我的团队争取一分。现在我们请双人舞比拼的代表我们出来进行转，小蓝瓶加油加油，集啊五，哦，巴巴酷宝的苏烈阳，他的对手是3、2、1。哎呦，哎呦！核心武器的黄潇，另外两位自称对手。哦，都在那打，我先回家。肖杰他们一转到黄潇这组的时候，我就想有点不好。凑巧的是，他们抽到对面的是跟他们是同样一种风格的编舞形式，真的是碰到了不该碰到的对手。因为他本来就是传统舞蹈和街舞的这种结合的这种舞者，而且还是一个资深的编舞师，而且黄潇的 idea 我是见识过的。接下来多人舞请派出。他们都是全世界冠军的那种，那个布布好厉害的，那个布布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就从我自己个人内心来说，我是最不想对到的就是王一博组，因为他们第一人数比较多，就是起舞气势会更好一点。第二就是他们组的人都确实都很厉害，所以我其实最不想对到他们。好，开始。他的对手是加尔队 Alex。 怎么我们两组都对你们了？
来我们。哎，我先去收拾行李。就觉得很有缘呐、啊，这一轮，因为像这种转瓶子也没有什么好作弊的，就觉得老天就是想让我们对上一次吧，就结结实实的碰撞一次。我们先进行双人舞的对战，第一组留在舞台上，其他的人请去观战区备战。开始